八课常用句。到底两样的。阿拉进去坐一歇。阿是南京路了。让侬太破费了。侬到美国去住两年，这趟转来，我想城隍庙总归要陪侬来转一转。难为侬想着，老弟子小辰光，阿拉顶喜欢到城隍庙白相。是的，阿拉顶喜欢在兜圈子、干闹忙。讲起来，侪是陈年说古董的事体。不过要忘记也忘记不脱，啥地方买五香头，啥地方买年糕糖，啥个摊头买啥个小点心，想起来侪辣辣眼门前。出去吃了两年西餐。到外面去见城隍庙的点心啊，到底两样的、啊、西餐再好吃，总归不入味。阿拉进去坐一歇，泡壶茶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辣辣美国，我常常想起搿搭个九曲桥，五星亭里泡杯茶，听听平台味道，下气浓。阿拉定定心心坐一歇，晚些点再到白兰花去转一转。今朝是要好好叫过城隍庙个年头了。这两年上海变化介大，交关地方侪不认得了。不要讲侬，我这个老上海也不认得路了。一日到徐家汇去，地铁站头出来，介许多大商场，看得眼花落花，方向没了。前头介闹忙，也是南京路啦。是的，现在南京路是步行街，不开车子。侬有胃口伐？下来走走，哪能？辰光来得及伐？我还想到浦东去。看看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、世纪公寓老啥？好的呀，阿拉就去浦东兜一圈，再从南浦大桥回来，到人民广场，夜里请侬上海大酒又看戏。哦哟，今朝是兜了三年头了，让侬太破费了。重点词语：上早、晚些点、白上花、眼门前、千机、好好叫。词语对照：子、乐、老弟子、以前。逛，小辰光，小时候，他，很，干闹吗？凑热闹，忘记不他，忘不了，陈年说古董，早年旧事，摊头，摊儿。眼门前，眼前，期冀，挂念，泡茶，沏茶，两样，不一样，不入味，不惬意。上早，尝尝，胃口，兴趣，豆逛，
埃些地，待会儿，过年头，过瘾，别上火，别的地方，好好叫，好好的，这个，这个，搿日，那天，眼花了花，眼花缭乱，闹吗？热闹。扩充词语：隧道、高架路、立交桥、观光车、市场、霓虹灯、招牌、金融区、保税区、开发区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展览馆。